李医生醒过来了。哎，醒过来了，好，快走。大哥，啊，停！快！你看，他娘的！怎么有这么多敌人？不好，那满脸毛的小子准是跟日本人一伙的，把咱们指进了日本人的包围圈，绕开日本人，快！那边走，弟兄们，猫着腰那边，快走，加走走。
奇怪，枪声怎么又停了？连长，真是急死人了！你说他们到底在哪儿？，大力。八路还有很多女兵和伤员什么的，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说的对，对，没白带你。弟兄们，抄家伙！哎，不能去。督导，我们被日本人包围了。谭队长，我们还是想办法突围吧。突围？怎么突围？前面。是受难的八路，左边、右边、后面全是敌人，怎么突围？你不要忘了我们重要的任务，你要是耽误了，这个不用你提醒我。谭汉波，共产党跟我们不是一路的。我现在以督导员的身份命令你，马上突围。这里离西关口没有多远，如果现在突围，只会暴露我们炸桥的目的。龚督导，你就听大哥的吧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咱们跟这帮王八蛋拼了。违抗军令者，格杀勿论。你，弟兄们，这次行动纯属自愿，是爷们儿的，跟我走。督导，咱们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跟上他们，咱们几个也突围不了。他要是敢耽误了我的事儿。我饶不了他们。是啊，走。日本人太多了，小子，哎，你去那边弄出点动静出来，让八路知道日本人跟着他们。好，快去！哎，thank you.
连长，你看，这是咱们医疗队的纱布，他们在这里停留过。谁是紫金花？我。我就是你要找的紫金花。帝国的武士们。是。现在你们可以尽情地享受中国女人了。来吧！让他们住手！住手！陈小姐，别过来！姐妹们没事吧？中国人都趴下！这个时候，你们怎么还杀自己人呢？你是李兰芝？你是谁？处决谭汉博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，你无权干涉。我们都是中国军人，这个时候应该一致对外，保家卫国。八路军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！八路军，是杨连长。举剑，举剑！徐大夫，杨连长，杨连长，我可找到你们了。胡德叔，橙子，胡德叔，杨连长，你没事吧？你来的太好了，都是我来晚了。李大夫在吗？在，在那儿。李大夫，李大夫，我在这儿。李大夫。陈琳，
八路军侦察连连长杨成奉命前来接应，从现在开始你的安全由我负责。好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杨连长，扶他起来。他刚做完手术。快，大家跟我走。好了，收拾东西。 你们认识啊？华成辉我都认识。督导，那咱们怎么办？跟他们突围。好。快走。等等，把花扶好了。晶晶，怎么了？他这个伤可不能这么背，放下。对不起啊。 伤得严重吗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担架呢？担架！杨连长，我看你很眼熟，你的全名真的不叫杨成林吗？对不起，您认错人了。 担架，担架，有担架吗？有担架吗？我不行了。怎么了？快！快！安卓雪，快腰带！快，快把担架给他送过去。那你呢？快点，担架！我的腿没有受伤，我可以自己走。快，要不然他会死的。 快！宝花、金凤霞，缝好了医生，好。去吧。所有人听着，把红布拆掉。慢点。 大家伙一直往前走，进树林，快点！快跟上！往前走，往前走！快！来，快点！快！快！来，小心点啊！李大夫，我们想办法把日本人引开。你们出了树林之后，一直往南，我们争取在南山坡汇合。
两颗连环小地瓜，够日本人喝一壶了。偷快啊！警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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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，人都休整。我赶紧谈下落。白看，这群狡猾的八旅，我要杀了他们。这次，感谢你们啊，救了我们的医疗队。甭说这个，你不也救了我们一次吗？扯平了啊！<笑> 我打过这么多年仗啊，救服你们，救服你们！<笑>不服也不行，我们杨连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。行行行行行，呀，黄埔军校的高材生，怪不得我看你那么眼熟呢。咱们俩是不是在哪儿打过交道啊？还记不记得当年你三十几个兄弟被我七杆破枪打成了光棍儿？ 杜秘诀，这次他们是在我毫无准备的前提之下，突然发动进攻的。要不是这样，我一定会全部歼灭他们的。这次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他们。这次战斗的失败，让我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：中国军队果然对西关口大桥产生了兴趣。啊？ 难道他们不是来救紫荆花的？如果国民党跟我们一样渴望得到紫荆花，你今天就不会在这儿看到他的身影。报告美智子小姐，蚂蚁行动车队天黑前抵达司令部。回电，马上派车接我回去。同时，通报将军阁下，一支装备精良的中国特别行动队正在奔赴西关口大桥。 为了蚂蚁行动的顺利进行，必须全力保障西关口大桥的安全。是。渡边君，请你马上带队，继续抓捕紫荆花。哎。
冯督导，好，你们三个留下。杨连长来了。我说这小子灵，不愧是我的兵，快扶我起来。哎呀，成了，总算是找到你们了。你来的正是时候。霍德叔，让你们受惊了。杨连长，刚才在树林里着急，态度不好，当大哥的不许记仇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紧急情况谁脾气都不好。不过你这丫头铁嘴钢牙的毛病得改一改，你要是能改了，我给你找个好婆家。我才不稀罕呢。橙子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？我们也是无意中得到情报，说是日本人正在抓捕李大夫，实施蚂蚁行动，所以上级要求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，无论如何要找到你们。哦，对了，我的老伙计唐建义呢？先聊着，我去看看伤员。是。哎，李医生。李医生呢？在那儿呢。哦，李医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就好。我都说，我们还有大批的日本人，我带人截住他们。你保护医疗队，快撤。好，你多加小心。哥。哎，妹子。哎，你这胳膊。没事。可是你呢？老革命了，还哭鼻子。俊逸，小心点。哥，我也去。你去干嘛？回去保护你的医生。我要跟你去打日本人。回去。玉柱，你给我回来。你这傻丫头。坚强一点。是。都是我累了。李医生，这折腾一路了，你的伤咋样了？我刚才服用了从鬼子那儿缴获的西药，炎症基本上控制住了，现在感觉越来越好，放心吧。那也不能太大意了，干什么事儿啊，都得悠着点啊。谢谢霍头叔关心，杨连长。哎，李大夫，你好点了？接下来什么打算啊？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要必须搞清楚蚂蚁行动内容是什么，并且想办法破坏它。蚂蚁行动？嗯，日本人对我们的九路围攻眼看就失败了，他们现在突然搞出一个蚂蚁行动，我怀疑和日军的生化武器有关系。生化武器？所以说，我们无论如何要找到他，尽快摧毁他。美智子小姐，护送蚂蚁行动的车队很快就要到了，你到底有何打算？将军阁下。Thank you.
这次，抓捕李胜男的计划失败，再一次的警告我们：八路军十分的狡猾，要战胜他们，必须要用头脑。所以，我早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，因此，我把西关口作为诱饵，只要成功的把共产党和国民党引诱到那里，将他们一网打尽，这样才能顺利的推进蚂蚁行动的计划，给他们带来无比惨痛的打击。 我已经按照你的计划，派佐佐木少佐带领一中队增援西关口，现在可以行动了吧？将军阁下，渡边少佐正在山中全力地抓捕李胜男，请再给我增援一个中队，他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马上就要到决战的时候了。 少佐阁下，这么一点小动静，就暴露了我们的火力点。你当中国军队都是蠢猪吗？嗨，我命令，沿河两岸布满水雷和地雷。嗨，执行军法，处决谭汉波。啊，谁敢？你敢？ 你可够执着的啊！逼我闭上眼了是吧？行，别别别，别来来来！陈哥，现在正是国共合作，我们都是中国军人，绝对不能自相残杀。你过去劝劝他。我知道了。顾月贤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这桥你要炸还是不炸？ 废话！好，你既然想炸的话，就听我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桥要是炸不下来，我脑袋就是你的。好，如果炸了西关口大桥便罢，否则我会亲自处置你。走着瞧。你们国军开会，怎么火药味这么大呀？这位是？他呀。 他是我们特别行动队的工督导，专门来枪毙我的。哦，我是工督导，你们真的要去西关口大桥？这是我军任务，与贵军无关。什么你军我军的？现在大家都在一个战壕了。这样吧，跟你们分享下情报。从这儿往前走20里，就是日本人要塞了，大概有一个中队的兵力。再往前才是宝峰，驻扎着一个师团呢。
我跟他没死，是吧？玉卓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跟你哥跟我第一次到宝山执行任务，那是我爹娘被国民党杀害的第一年。是啊，这时间过得真快。 一晃十多年，那时候你哥16岁，你才12岁，你还好，你哥那个捣蛋鬼，差点给我捅了娄子。叔，你收留了我和我哥。 就像亲生父亲一样，把我们养大，把我们带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可是玉卓，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是哪一天吗？就是你和你哥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天。从那天起，作为一名党员。 就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的事业。你跟你哥都是好孩子，好同志，好战友。叔，哭吧。 哭！<笑><笑>